来，老铁们看看啊、哦，在中国的幸福生活，不是只是中国制造强，也不是只是中国车强，而是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很强啊、哦。幸福指数是最高的。哎，仙气儿来了，来看看，仙气儿来了，仙气儿飘飘，仙气儿来了啊！啥呀？拍啥呢？《西游记》啊，这些妖怪出来了。仙气儿飘飘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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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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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成仙了，看到吗？好玩不？这上面还有个观景台呢，看到没？上面的观景台还有一个，好幸福！哎，中间应该是个冰泉，这是啥呀？水不深啊，都不到一米深，水很深，最多也就一米深，最深的地方一米，够呛有一米，一米都没有。有点猴荷花，过两天能长一长的荷花。第二年级你记得那个还有这都不省的，不到一米深，没有一米。这边就连着那个网红小瀑布啊。搁这边上，搁这边上，来，搁这边上去。这个石头这能过。哎，这里边还没有水啊，这里边水还没过来。挺好啊。这水还没过了，没过到这儿呢，水憋着呢，差不点过了。